like a test that I fail so depressed when I can't seem to get out. But something deep inside won't let me quit. I swear that I'm inspired by all this shi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 won't. That's what guides me the most. Fuck your lies, I'll do what I want. By thirst, I'm inspired by worth. I desire your worst, so you can just hide while I work. I ain't tired, you first. I'll write a second, third verse about the lies you go disperse. You never did shit, I know it hurts. Something deep inside won't let me quit. I swear that I'm inspired by all this shi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 won't. That's what guides me the most. Fuck your lies, I'll do what I want.
谢您。台湾灯会是台湾的骄傲，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等，等台湾端出什么样独一无二的元宵嘉年华，就是今晚我们一起来见证。当然今年在疫情之下，我们为了让所有参与的乡亲朋友都能够安心畅游台湾灯会在高雄，因此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我们因应之下，我们用科技来协助防疫升级，透过灯会智慧防疫平台注册灯会码。灯会码做什么用呢？就是希望能够采取实名制来有效控管进出的人流，让大家上网注册一个灯会码之后进出我们的园区畅游灯会，更重要要让您安心防疫。接下来我要借大家的双手，给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邀请陈市长为我们致辞，有请市长。交通部王国材部长，还有我们观光协会叶菊兰会长，中华电信谢金茂谢董事长，公安局的张局长，各位贵宾，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在网络电视机前面全国的国人同胞，大家晚安，大家元宵节快乐。今天要代表高雄市政府，要特别感谢蔡英文总统以及行政院苏院长跟所有的我们交通部观光局所有的同仁，大家共同支持高雄，给高雄有这个机会，回别了20年，能够把高雄的美丽、高雄人的热情、高雄的进步展现在所有国人同胞的面前。那尤其我们这一次也因为防疫的考量，特别有桂林以及爱河湾两个双主场，面积非常的辽阔，也结合了传统以及科技的运用，让这一次的台湾灯会有别于过去的灯会的形态。我相信这几天大家不管在爱河湾或者是在卫武营，那有一些人也等不及今天晚上的灯会，我相信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高雄在经过不管是这一年多来大家共同的努力，不管是疫情的挑战，不管是缺水的危机、产业的转型，到今天蜕变成为一个美丽的国际港湾城市，这些都让我们高雄人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疼惜、彼此的鼓励，让我们的感情能够牵绊在一起。所以我也要特别感谢所有市民朋友跟市府团队，大家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的台湾灯会这一次在高雄举行，能够吸引不管是国内甚至是国际大家一致的赞赏。所以我也要在这里特别向大家报告，我高雄我骄傲，真的非常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未来新的一年能够虎虎生风，一切平安顺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陈市长，请市长护卫。接着我们要让王部长为我们致辞，欢迎部长。
高雄是陈其迈市长，台湾观光学会岳局长，也是我们的前市长，然后观光局的张局长，中华电信谢董事长，还有现场的各位贵宾、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经过一年的筹备，2022台湾灯会，今天晚上会验收成果，那明天就是开灯。我们今天晚上是做最后检视的一个工作。那台湾灯会在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22个县市开始巡回，在2001、2002前面两年都是在高雄举办。大家在爱河办所看到的敖耀龙响，这个是高雄爱河的一个地标，我每次拍照都会看到。那这也成为高雄人生活的一部分。事隔20年，那台湾灯会再次在高雄举办。那这次除了卫武营，还有包括我们亚洲新湾区，这两项都是近年来高雄市重大的建设。所以今年的灯会也正见证高雄20年来的发展，包括城市的蜕变跟所有的建设的成果。那大家现在我正前方所看到的是今年的主灯，叫做凤彩飞舞，这是以台湾的造型壁纸展翅乘风而起。那这是除了呼应我们现在位于所在的凤山地区以外，也象征高雄市在陈市长的带领下，各项重大建设、各项投资不断的推出，也象征高雄不断的起飞跟进步。台湾灯会也是我们传统灯艺师展现他们创意的一个舞台。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年集合了国内外的这个顶尖的这个艺术、科技跟工程的各界好手，激荡创意，展现经验的一个成果。明天晚上，2022台湾灯会即将在这里正式的点灯。在这里，我邀请全国的民众一起来高雄体验。我个人从小是在高雄长大，也在市府团队这个工作了10年。今天晚上看到高雄灯会，让我特别感觉回家的感觉真好。我在这里预祝2022台湾灯会圆满成功，各位贵宾、乡亲，阖家平安，虎年行大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部长。高雄很多来到展场的朋友，第一个疑问肯定跟我一样，我是找到了主灯，但是今天不是虎年吗？主灯为什么没有虎虎生风，随便一只老虎都行？刚部长有说，2022台湾灯会主灯命名为凤彩飞舞，而且首创书法的艺术造型构成，透过将凤字草书解构，再融入视觉元素重组立体呈现，也呼应今年灯会的主题 slogan 聚光台湾，高雄发光。现场的朋友，现在呢，在我们台前您可以看到一个缩小版的台湾造型，这是什么呢？我先卖一个关子，等一下请大家用您的眼睛看。这个缩小型的台湾，它的意义在希望能够聚光台湾，高雄发光，就从这里，从这一刻开始，你我都是见证。我们要用希望跟幸福，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现在我们邀请市长、部长、台湾观光协会叶会长、中华电信谢董事长、交通部观光局张局长，请您就开灯位置。现场的朋友，2022台湾灯会良辰吉时已到，发号。
请陈市长、王部长、叶会长、谢董事长、张局长将您的手放在开灯启动台上。现场的朋友，请跟我们一起倒数计时：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
太暗了，没明灯啊。2022台湾灯会暌违20年，我们重返高雄。本次呢，配合凤彩飞舞的主题，特别在祥云笼罩的山头以及云海缭绕的祈福树下为国人祈福。所以接着我们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王部长以及我们的张会长以及我们的张局长，一起带领着我们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现在就邀请部长、会长及局长将我们的祈福卡左下角签名。那么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呢，都会看到这个祈福卡上所有的祈福祝福都将直接投射在后方的电子看板上，为2022台湾灯会献上祝福。我们现场是不是来一点掌声？好，谢谢，谢谢我们的部长以及我们的张局长还有我们的叶会长的祝福。谢谢三位长官在我们的祈福树下，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来拍照合影，好不好？我们一起先看上正前方。好哟。